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堆好朋友，哈，为什么别人都有朋友，我没有朋友呀？每天一个人在这好孤独呀！姐姐姐姐，你快跑呀！小子，你等等我呀！哈，你们两头小猪怎么跑这么快呀？哎呀，有坏人在追我们，好可怕呀，我们害怕。哎，你们两个要是可以变成小花，就可以和我做朋友了，坏人还不会把你们抓走。哎，我想变成小花，我要变成小花。好好好，你先吃下变身器。太好了，吃下变身器，我帮你点亮红色能量，点点点点点。哇，我乔治变成了小花，好漂亮呀！我也要变，我也要变。好，佩奇，你也吃下变身器。然后我帮你点亮红色能量，点点点点点。可是我怎么没有变成小花呀？啊，我的红色能量没有了，你就变不了了。那可不行，姐姐不能变成小花，就会被坏人抓走的，我不开心。乔治乔治，你别伤心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点亮红色能量吗？这样我就可以变成一朵小花了，坏人就不能把我抓走了。啊，可是都没有人帮你呀。怎么可能呀，我都看到了，屏幕都闪闪发光了，快看，我佩奇也变成了小花，漂不漂亮呀？谢谢小朋友们。哎呀，别跑别跑，佩奇乔治别跑，我是狗狗汪汪队的阿奇，我想和你们做朋友，你们怎么跑这么快呀？